二妹，我们这边有一条街叫美食街，然后呢有很多好吃的东西，我带你去那儿吃好吃的呗。可以啊。那里的话什么都有，然后你等一下想吃什么随便挑，好吧？什么都有，好吧？那我们就出发，走。当当当当，二妹，看到没有啊？这是什么？对，介绍伟哥。不客气了，你看啊，我去你们那边，你不也请我吃肉便汤吗？所以我这也请你吃肉便汤，好吧？希望你吃的开心啊！这是我们这边味道比较好的一个小火锅啊，就我们两个人吃，好，好 ，OK， 好 ，OK， 吃好喝好啊，要喝一点吧。不喝吗？我喝点酒。啊，行，这个皮好不好吃？好的。OK， 那就多吃点啊。今天带二妹来逛街啊，然后她比较喜欢那种小姑娘穿的那种衣服，她这只要你喜欢就买啊，全部都买，不要客气啊。我带她去逛衣服啊，家人们。我不会客气的。不用客气，自家人嘛，客气什么？直接买啊！你看，没有，不是我选的哈，好看，我感觉还是刚刚我选的。就是这个，这里，他这个走就行，你上机一点，这个要有高级感一点。